Hello， 我是阿怪，今天要介绍幻塔。幻塔是由艾文天地所代理的轻科幻开放世界星座，采用最新的引擎打造，以轻科幻风格出发，同时又拥有了纯净明亮质感，创造出辽阔又自由无缝的开放世界。而在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名拓荒者，在艾达星中进行探索冒险，意外的掉入了陷阱当中，而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游戏的玩法采用的是 3D 动作类型，游戏的战斗画面真的很好，战斗起来也非常流畅。而一次可以最多携带三把武器，在战斗中可以随时切换，充分感受到多武器携带以及使用高科技元器辅助战斗的爽快。而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是可以在空中进行攻击，并且也可以在空中进行闪避冲刺，让整体的战斗单纯的从地面上变成360度都在进行，真的还蛮厉害的。另外还有多变的变脸系统，可以让玩家打造出专属的角色人物。这次的战斗主打特色是拟态系统，玩家在获取新的武器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拟态状态，也算是变身模式，当然能力的数值也都会不一样，而更加入了最新的日文配音版本。在外面的开放大世界还有更多的玩法，在游戏中玩家遇到墙壁就可以攀爬，而在水里也可以游泳，另外的话还有喷气背包可以使用，以及多样的飞行道具，让玩家可以好好探索这个开放世界。真实的昼夜系统以及全域性照明捕捉，让拓荒者在探索之余也能感受细致的景色风光。目前游戏是台版测试当中，预计会在暑假正式上市。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Hello， 我们要开始，我们将玩这款游戏是幻塔，那它是由爱玩天地所代理的轻开放世界手机游戏啊。那先说一下，其实幻塔它在台湾的话，应该是在5月份有做一个封闭测试啊。那这一次的话是在6月20号今天做封闭测试，那预计会在暑假上市，所以这一次应该算是最后一次的测试，大概就跟正版正式上市差不多，然后又是台湾版本的，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看吧。那这一次的话是日文配音，所以是比较不一样。好。我先把声音关小一点，我这次选择男生，因为以往我都是选择女生，所以我就想说啊，这次选择男生试试看好了。看中文应该说繁中跟简中看有什么差别啦。其实差不多，只是说因为今天在玩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人多还是怎么样，刚刚动画有点顿顿的，就有点可惜。而且网络也没有不好啊，网络也没有不顺，就很奇怪。好，没关系，继续。啥木一啊，好冷啊，就画面有点顿顿，很可惜。但是画质来讲一样好。嘿，闪！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啊，因为这个算是说可以跟现在还上市，然后还很火热的《原神》可以对拼的手机游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原神》的画面好像好一点，还是因为我《原神》比较常用电脑玩。我觉得手机的画面还是《原神》好一点啊。好，跳，应该是那个渲染风格不一样。有没有这次的画是日配？如果大家想要教日配也可以日配。好，我们往前走。那其实游戏里面算是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等一下我先用对应的元素。游戏里面的武器是对应你的，技能是跟是对应你的武器啦，对啊，这是算游戏中比较特别，也就是说你可以一个人有好多种职业。你们空中也可以打，空中也能打。然后技能，这是什么？怎么可以像刺客职业？谁？你们是谁？还行。啊，要晕倒了。这上面是有东西啊！快开！出去吧。
其实在手机上面玩还蛮顺的，我上一次接不小心有一次掉下去。蛮好笑的。我们要醒来了。其实等一下这个剧情我们可能都会把它跳过，除了一开始遇到这个沙利跟他哥哥之外的。下座。サプレッサーは問題ないだ。安心しろ。もう大丈夫だ。もう大丈夫だ。最近在看那个拳王的教室哦，木村拓哉拳王教室。他也会讲这几句话，他已经没有问题了。好，我们跳过吧。回到我们基地了啦。我们在短期内会以这个基地为一个出发点。到后面的话，我自己的印象是，好像会被袭击嘛。还。哦，那其实在后期他送一个那个很像喷射背包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在落地的时候使用喷射背包，就不会受伤。どう？悪くないでしょ？ここ。シャーリーとジークはここで育ったのか。私たち小さい頃からずっとここで暮らしてるの。その頃はまだ人も少なくてね。みんなで少しずつシェルターを今の形にしたのよ。如果他换个衣服就可以唱。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动漫。间谍加加酒。也太久了。应该是要换衣服了吧？顺顺的啦，一开始网路有点不顺，后面就好很多了。自动好了，自动比较快。ねえ、あそこに戦艦があるでしょ？あれはベツレヘム号。50年前からあるんだってお兄ちゃんが言ってた。50年？大厄災の時。近くをパトロールしていた連邦艦隊が、ベツレヘム号だけが島に不時着して、要等他过来，好久。あれがセリーさんよ。行きましょう。なあ、あんたが裏。等下我们可以换一个帅一点造型哦。之前在玩的时候就不小心做造型，然后自以为自己觉得很好看，结果啊，过没多久就觉得哎、欸、不好看了。不过我就一直在过任务，都没有时间回来把它弄，就是把它造型调整。预设好的，不要，我要自己设定一下。这个比较好。然后，其他的眼睛，这个眼睛比较好看。
这蛮帅的啊，这也蛮好看，帅的好了，比较好了，江江，这个有一个时期会大家都很想戴这个东西，五官就不用调整了啦，好麻烦啊。好，这个好了。哦，这蛮好看的。这个变成那个道明寺哦。哇靠，道明寺好老，不要了。不想动，就这样子啊。好了，一，嗯，什么进行什么回收啊？哦，带着它，也不能飞快一点吗？它、啊、自动，不过是知道是真的可以这样子。鳥になった感想はどう？しっかり捕まってね。緊張しないで。私は気力呼び出し。シャーリーは先日の飛行中川に落ちました。え、ちょっとそれはアクシデントよ。植生というかし。而且还带我们走这附近怎么走？もう終わった。終わったら戻りましょう。地質データ収集。データサンプルはこれで十分だろ。上出来だ。戻っておいでよ。他の場所も案内してあげる。回来又回来了，就是这些剧情有点可惜，因为都太久了，应该是我之前有玩过。好，跟着下面这个黄光走就可以了。哦，とにかく。嗯，我还要跟着沙莉。不过我好像后来都没有在这边用到什么东西。我记得我就直接到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据点。是不是这边已经开打了？等一下这边是不是有开打？就是那个。被人家偷袭那边，啊，搬东西啊！フィルターを装置に入れるだけで OK よ。对呀。ちょっと押し込むの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なんか引っかかってるみたいで。来了来了，
好了，教学不用啦，我老手哎、欸，还可以换武器有没有？来，武器升级。怎么闪不过啊？シェルターの外にいるのか。还要再出去一次啊！あの大きな。ああ、あれか。あそこは旧連邦。遺跡か。わからない。啊，有一个副本啊，我想起来。我记得我那一次是这样冲下去的。好像在这里啊，欸，这里啊，不是。这里要召唤机雷包了。要指引啊，指引才那个啦。在哪里啊？我靠，怎么那么远？上去了，那被压扁了，掉下我们就死翘翘。我是シャーリーの。デコンストラクター。お安いご用で。アスタコの地形データ送信成功。他の地形データは該当区域のオムニアムタワーでロードします。
預かるステーションはハガードが建設しました。バレンタウンの放射をリアルタイムで監視して汚染を防ぐものです。もし故障したら影響は深刻です。急いで侵入者を撃退しないと。还在玩躲避球。承認されました。